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红烧鸡爪，鸡爪冷水下锅，冷冷姜丝、料酒，焯水捞出洗净，加入葱姜辣椒，来点鹌鹑蛋，加入一包红烧料，就不用放其他的调味料了。加入开水没过食材，盖上锅盖炖半小时左右，香喷喷出锅了，简单好吃的红烧鸡爪就做好了。喜欢的赶紧在家试试吧。